我问问你们，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来过北方？你们来做什么？来做买卖。正是因为我们经常南来北往，路途熟悉，大酋长才让我们运送军粮。既然你们做买卖，想必你们日子过得还不错吧？是，自从归瑞建都开始之后。 我们过来的人是一年比一年多，买卖也是越做越大，这日子自然也是越来越富裕。<笑>我们总首领就是在归瑞开市建都的人，他叫于顺。既然你们做买卖就能够过上好日子，为什么杀人放火抢东西呢？这大酋长他想称霸天下。 这我们哪管得了啊！其实，我们也不想打仗，更何况这东夷和我们还是一个祖宗啊！你们管不了大酋长，可是却能管得了自己的性命。我现在就放你们回去，跟妻儿老小团聚。但是你们记住，回去以后要告诉各自部族的人，好好过日子，不要再烧杀抢掠了。诺。诺。还有。 这些粮食啊，我们先收下了。告诉后边的人，如果他们还想再送军粮的话，送多少，我们就收多少。诺，诺，诺。给他们贝族回去的口粮，送他们回去吧。诺。下次归瑞开市，欢迎你们再来。谢谢总首领的领导，谢谢总首领人的。哼，哼，哼，哼。 瞧瞧，啊，瞧瞧，瞧瞧这溃不成军的样子。唐瑶和高瑶八成是闹别扭了，各自回都城逃命去了。唐瑶和高瑶他俩应该不会闹别扭，不过他们手下的首领本就来自不同的部落，各顾各的，如今大难临头，各自逃命也不是不可能。 放下，按照我的部署，咱们分兵追击，切记不可中了埋伏。大酋长，咱们大军可是越走越远了，送粮的路线也是越拉越长。如果万一有什么情况，这个我早就想过了。华夏和东夷的都城是天下最富有的地方，尽快打下这三座都城，还怕没吃没喝，没有女人吗？啊！ 出发！哼，哼，哼！关东，啊，我们走，走，撤，撤，哼！来，帝君，请看，这条路就是有苗氏必经之路，地势险要，易守难攻。 是设伏的好地方。嗯，好，公公，立即布置兵马，这儿就交给你了。诺，父亲，您又不见了，我和义父怎么找也找不着他。啊，帝君，我想不用去找了，他一定是去找于顺了。哎呀，这孩子真拿他没办法。哎，后面都是三苗的军队。 他不会有危险吧？胆子也太大了，就会添乱。你从近路过去，千万不能让人发现，把消息告诉环斗大人就回来。诺，嚯，嚯！ 咱们一路上经过这么多部落，全是空空的。于顺他们究竟在搞什么鬼啊？坏了，什么坏了？中计了，中计了！你想啊，咱们走了好几天了，他们引诱咱们大军直入。 可是这一路上到处都是空空的部落，连口吃的都没有。
我估计啊，他们很可能在咱们后面运粮的路上做手脚。我这几天怎么没看见咱们的运粮车上来送粮食呢？咱们的粮食只够吃一天了，要是再不送来粮食，那咱们的麻烦可就大了。别说去攻打归瑞和东夷，就是撤也撤不回去了。这样吧，你马上传令大军，一步也不许贸然前进了，找个地方安营扎寨歇息一下，等等大酋长的消息咱们再行动吧。行，幸好咱们的粮食还能再坚持一天，要是再弄不到粮食，咱们就上山打猎，下河捕鱼。不，大酋长，咱们大军马不停蹄地行进至此，把粮食辎重都甩在了后边，我们的粮草快用完了。真是奇怪了，我们所过的部落都是空寨子，什么吃的都没有。这个唐瑶和高瑶究竟打的什么主意？欢东啊，这里离唐都还有多远？最少还有四天的路程，后边的粮食不及时送来，咱们是到不了唐都的。博桥那边分兵20000多，我们这边30000多人，每天的粮草耗费也太大了。啊，马上派人到后边去催粮草，我们等粮草来了再说。告诉后边的运粮队，后天一早粮草要是运不来，全都杀头。诺。哎，为了这场决战，我整整准备了5年。可到现在，居然连对手的影子都没看见，我从来没打过这种窝囊仗。咱们在三危等的时间太久了，几十天耗费了大量的粮草，不然早该到唐都了。好了，我从来不做这种不宣而战的事儿，打仗就得堂堂正正的去打。这个老唐瑶真的是老了，全然没有一点当年丹水之战的锐气。报，什么事？共工大人有口信给欢都大人。大酋长，咱们上当了。什么？唐瑶和高瑶佯装败退，促使咱们大军一路追击。同时，于顺带领一些精兵直扑后面的运输线，切断了粮草的供应。唐瑶和高瑶在岔路口摆出分兵的假象，目的是集中了精兵，在前面等着伏击咱们呢。这又是那个于顺的主意吧？哼，除了他，怕是没人能想出这种诡计来。欢东，还有别的路去唐都吗？有，只是要多走几日。运输线虽然断了，可后边辎重车队的粮草应该够我们打到唐都。好，马上派人护送粮草，等粮草一来，我们绕道直扑唐都，让唐瑶他们在这等着吧。好不容易截获的粮食，每走50里就给存放一些，现在可没剩下多少了。哎，宋首领，这些粮食留给谁吃啊？三苗的军队。三苗？不，你在三苗前方清空部落，为什么在后面给他们留粮食啊？再说了，这一路可都是三苗的进军路线呢。这也是他们的退兵路线。哼，都打到他退兵了，还给他们放什么粮食啊？依我看，饿死他们得了。好了好了，以后啊，你就知道这是为什么了。啊，对了，别忘了在这些粮垛上放上醒目的标记。诺。总首领，总首领，你看谁来了？女婴。顺哥哥，哎呀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累死我了。哦哦哦哦！哎呀，你过来。
你怎么来了？我怎么就不能来啊？哦，你以为你自己走我就找不着你了？我问你，你这次为什么不带我和姐姐一起来啊？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，你知道这里有多危险吗？啊？这有什么危险的？你都不怕，我怕什么？我问你，你来的时候，干爹知道吗？帝君知道吗？ 我走得太着急了，还没来得及告诉他们呢。什么？哎呀，女婴，你也太任性了！你这么做让我怎么说你好呢？啊，好，你这不声不响的就来了。干爹和帝君要是知道了，啊，他们该有多着急，你知道吗？你怎么能这么自作主张呢？什么意思啊？我好心好意来找你，你。 女婴，你这是怎么了？我肚子疼，肚子疼。女婴，都别抢了，都别抢！不要抢了！松手！不要抢了！松手！不许再抢了！抢了，快放手！不要抢了！松手！是，怎么回事？没看见，放了没有？松手！松手！别抢了！ 大酋长，大酋长，我想，这墓头上都刻了些什么？好像是说让我们往回走，一路上都有吃的，否则就死在这儿。走走走走走走走，快快快！哎，别跑啊！站住！站住！哎，别跑！站住！别跑啊！放下！大酋长，都这时候了。 他们也是为了活命，随他们去吧。5年的心血全白费了。侵犯华夏和东夷的三苗大军，倒成了抢粮逃跑的难民大军了。 他们在三威摆开阵势，要决战的时候，那情形还真是危险得很呐。这次，虞舜过人的胆略和才智，能让大家信服吗？信服，信服，信服，我们信服。如果没有咱们华夏和东夷的联合统一行动，能够化解如此险恶的一场大战吗？不能，不能，不能，不能。我提议，除了治水。 咱们的联合还应当更加深入，这好处是显而易见的。虞舜对建立中央权力有他自己的想法，咱们先听他说说。这治水和战争是高度统一的大事，可是这一次的治水还有三苗的入侵，恰恰暴露出我们很多的漏洞。每次都是灾祸降临了以后，我们才匆忙应对，这样每每就会造成很多差错。 带来了很多不必要的损失，所以我在想，是否可以在共主之下多设立几个执事，每个人分工明确，各司其职，这样办起事来就方便多了。而且，为了办事方便，我们就在这归瑞都城里集中办理。这厅堂前不是有10间草房吗？每一个草房派上一个执事，由专职管理。不过，至于这执事的任命问题，还是经过我们商议以后。 由共主来决定，早该如此了。这中央权力不能总像是放羊一样啊！唐尧政权自建立以来未有分职的混乱情况，被虞舜通过治水和战争的实践彻底改变。这是古中国第一次在中央政权建立职能部门和选派统领，标志着向国家体制的大步迈进。
回来了，干爹，我帮你。干爹，你笑什么呀？干爹，你个傻小子，啊！ 都要当父亲了，你还不知道？哎呦，我是真的吗？我真的要当父亲了，真的，我真的有自己的孩子了。 真的，夫君，妹妹有孩子了，我们有自己的孩子了。 告诉娘，娘，天上的娘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是我，我是虞舜的。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娘，我要当父亲了。娘，你有孙子啦。娘，你听到我说话了吗？你有孙子啦。这世间草房啊，是我一生的梦想，没想到在你手上实现了。啊。 修订五教五行五典的事情都布置下去了吗？这五行啊，大首领正在修订，而这五教和五典，其他首领也正在修订。嗯，长江以北，很快就是一个天下了。嗯，虞舜，这次大战，父亲对你最满意的就是不杀戮而能够退敌，真是不简单呐。父亲，这些全是你和大首领配合的好。 我一个人做不了这么大的事。啊，对了，父亲，有个好消息忘了告诉你。哦，女婴怀上孩子了。啊！哎呀，你这孩子怎么不早说呢？这么大的事情，我这一忙啊，把这事儿给忘脑后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！你母亲盼了多少年了，她要知道了，不一定会乐成什么样子呢。哎，干脆呀，把女婴送回唐都去住些时日，你看怎么样？好啊。 这两个孩子，快点！哎，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我今天早上上山割草的时候看到的两个孩子，哎呦，好几天都没吃饭了，饿得快不行了。我就赶紧带他们去吃了点东西。我一问才知道，他们的父母都没有了，怪可怜的，我就把他们给带回来了。夫君，咱们的孩子都不在身边。 我总是很想他们，要不咱把他两个收养了吧。
我要问问你们，你们还记得自己的家吗？我俩从小就没了爹娘，四处流浪长大的。哦，那你们有名字吗？我叫神荼。我叫玉雷。那你们的爹娘呢？我们的爹娘都是治水贵族家的前手，都在他二夫人死的时候给殉葬了。那你们还记得那个贵族是谁吗？共工。共工？那你们恨他吗？恨，恨不得活埋了他。好，恨恶人的人呢，就能干刑罚。你们两个都留下来，啊！我高瑶教你们本事，将来长大了，跟我一起惩治恶人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好。好。来来来来来，把东西放下，进屋去，把这身子好好洗洗。快去洗洗去。大首领，这次你制定的五行，我全都看过了，我可不可以提点建议？说来听听。这次制定的五行增加了很多内容，而且制定了更多惩治恶人的方法。可是有一点我不太赞成。哪一点？这刑法是不是过于残酷了？如果不狠狠地惩治恶人，五行就起不到作用，就不足以震慑恶人。帝君让制定五行的确是要惩治恶人，可是我觉得这教化才是根本。这就是五行没有起到多大作用的原因。教化固然重要，可是你看看现在的唐都那些贵族们，杀几个女前手就像杀几只鸡，喝几杯酒那样从容，竟然在光天化日之下做恶事。如果不严惩，这天下将永无宁日。可是这仁德也可以对他们进行管束。我在想，这刑法过重会不会反而在他们心里种下仇恨？哼，这就是你看到的帝君仁德之心带来的和气。而现在你没看到的是恶人更恶而好人受气的现状。你用了三年时间在归瑞建成了都城，而每年开市的时候货物云集，而最终这些货物都到哪里去了？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里，他们富甲一方，为所欲为，根本就不把刑法放在眼里。仁德只是教化那些懂得仁德的人，而严格的刑法才是惩治那些恶人恶行的利器。大首领，你的话是有些道理。我们好了，于顺，今天咱们就不讨论这件事情了。好，我想跟你说一件更重要的事情。啊，你说吧。跟你打个比方，天上只能有一个太阳，而现在呢，我跟帝君分别是华夏跟东夷的首领，这就犹如天上有三个太阳。大首领，我没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。辞去我跟帝君的职位，而帝君德高望重，可以担当两大联盟的共主，由你来摄政，我高瑶作为司法首领。大首领，你的意思是帝君做着天下的共主，你要降为首领？于顺，如果两个联盟合在一处，百姓安康，我不当这个大首领又有何妨？大首领，我还是觉得这不太合适啊。你不要再说了，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，我会尽快与帝君商量此事。雨儿还在睡。秀四，发大水的时候啊，我就看出来咱儿子不是个凡人，将来必定会成大事。哎，我想把咱祖上传下来的轩辕神剑交给他。雨儿才五岁，还早着呢。哎，父
夫君，你看看帝君的孩子们，从小就送到各个部落吃苦劳动，我是担心雨儿在家中的生活太好，成不了大器呀。唐瑶的儿子算什么？他九个儿子加起来，也不如我的雨儿。我就是让他从小知道，他不是个凡人，他必须要像他先祖皇帝一样成就大业。因为儿子和我一样，身体里流的是皇帝的血。母亲，你看你吓着儿子了。鬼兄，又跟嫂拌嘴了。请。公公，有事吗？环都说让咱们即刻过去，又藐视大酋长给你留了个副酋长的位置，我也有重用。不行，现在不是时候。再说，我是皇帝的苗裔，跑到蚩尤后裔那里会让天下人笑话的。可我跟你不一样啊。是啊，你是炎帝的后裔，你跟蚩尤、三苗、东夷都沾点关系。你们毕竟是同一个祖宗，你要想先走，你就走吧。不是我想走，我眼下跟欢都一样，不走不行了。怎么说？高瑶已经是主理刑罚的最高首领，他下令调查泄露伏击三苗的事情。你虽然没了执事，可毕竟还是最大的地族。我呢，我能躲得过去吗？放心吧，我亮他也不会把咱们怎么样。哎，那个送信的人呢？早就宰了。好，没有了证据，光怀疑是没用的。现在唐都在反对五行的惩罚手段过重，高瑶修改的五行很难通过。那倒是。既然有滚兄做后台，我就放心多了。现在主要的官员都是各部落的首领，如果废除了世袭，把他们的部落交给联盟，我估计没几个人能同意。你就等着看笑话吧。嗯。两位大人，哎，于顺，怎么干得这么快？都快要做好了。咱这新联盟得有个新气象嘛。嗯，于顺呐，你来的正好啊。这帝君和大首领都有名号，你摄政军的名号还没定下来，以后啊，咱们就还叫总首领吧。好，总首领好啊。总首领，行，叫什么都行。哎，那各部门的官员都叫什么呀？啊。司礼的叫司礼首领，司法的叫司法首领，管什么事儿的就叫司什么首领。行。哎，不过有一个麻烦事儿啊，这院子里除了一间正厅，两边是十间一模一样的草房，这别人来办事啊，根本就不知道该进哪一间。哎，这倒是一个问题。是啊。哎，你们看这样行不行啊？在这十间草房门口啊，都挂上记号，这样来办事儿的人啊，就知道哪个房子是办什么事儿的了。这个方法好。哎，我怎么没看见大首领啊？哎呀，总首领，以后不能再叫大首领了，得叫司法首领。司法首领，对。对。大首领，嗯，原来你在这儿啊。哦，总首领。哎，别叫我总首领了，这么叫我真听不习惯。于顺啊，你必须要习惯，从今以后你就是总首领，我高瑶是司法首领。哦，叫我高瑶大人也行啊。啊，好好，那以后我就叫你高瑶大人。诺。高瑶大人，你这是在做什么呀？啊，哦哦，来来来，来看啊。你看这个，
这是什么呀？于顺，昨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。哦，一头豹子想吃一只山羊，而这只山羊并不畏惧这头豹子，这只山羊生生地把这头豹子给顶跑了。突然我发现这只山羊头上只长了一只脚，我就被梦给惊醒了。醒来之后我就琢磨呀，我突然想到龙大人曾经跟我说过，好勇斗狠能辨善恶。谢志，谢志，我也听龙大人说起过，这谢志啊，的确是明辨是非之物。于顺，你想想，我高瑶刚刚当上司法首领，天神就给我送来了谢志，这是不是天意？高瑶大人，我看这就是天意。哎，我们不是正好在商量，用什么来代表刑法吗？我看，就把这谢志挂在你的门前，让大家一看就知道，这谢志代表着刑法。此外，于顺确定了11位统领作为副手，10个职能部门基本涵盖了管理天下事务所有的内容，总共有22位德高望重的老臣分别执掌。门前挂着五谷，所以管理的是农业。这门前呢，挂的是牛头，代表着管理山林畜牧。高瑶大人，你管理军事还有刑法，所以这门前就挂着你想出来的谢志。诺。走走。锤大人管理烧窑和制器，所以他的门前就挂着陶罐。诺。你们来看，龙大人管理着巡视各地，体察民情，同时宣读联盟的命令，所以他的门前就挂着这牛角号。对面那些房子上的标识啊，也同样代表各自的管辖范围和职事。各位大人，希望你们能够各司其职，管好自己分内之事。我于顺在这里拜托了。诺。于顺要建立的是一个完整意义的国家，但国家的概念尚未完全成型。此时的天下和国家几乎成为同义语，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改革，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是空前的。这场自上而下的建立国家体制的创始运动，奠定了此后中古奴隶和封建社会国家体制的基本格局，其影响也是空前的。好，鱼儿，这积水是从龙口过来的，到了这里水势最大。生你那年，这里闹大水，那时这里是一片汪洋啊。如果在这里开个口子，能抵几万大军。父亲，总首领不是已经制定了东南几条大河的疏浚方案吗？这儿不用开口子呀。而且如果要在这儿开口子，不就把咱们家都给淹了吗？如果淹了咱们家，咱们可以去找更好的家。玉儿啊，父亲这辈子是没指望了，日后你要能成就大事，父亲也就知足了。可是我根本就没有想过要成什么大事。玉儿，你连你的分量都不知道，等父亲把你扶起来，你就可以呼风唤雨，号令天下，给你皇帝太爷爷、颛顼祖爷爷争光添彩。停好。母亲，母亲，我把衣服拿来了，放这儿了。那我先回去了啊。哎，别走，坐下。怎么了，母亲？坐下。哦哦哦。
刚刚我和你母亲还说起你了。是啊，你的年纪也老大不小了，你也不想着赶紧找个姑娘？你不着急，我们还着急抱孙子。是啊。母亲，这事儿以后再说啊，没事儿我就先走了。于顺，这个失智而民不归的摄政王，整整当了20年。此期间，于顺经历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和考验。这场创建国家体制的改革，在极为艰难的斗争中，逐渐走向了成熟。唐尧的泰山会盟也终于可以举行了。太阳神在上，我华夏和东夷结为一体，北方已经不分彼此，都是一家人了。于顺成长于苦难，如烈风雷雨而不迷，经洪水战阵而不惧。20年来，屡建奇功，令万众敬仰，堪当大任。自即日起，于顺受命摄政军之职，巡狩德封，共主旗帜，此乃我万众之大幸，与泰山之巅敬告于天。于顺摄政，万民俱敬。哎，你看啊，哎呀，公主，请。公主，你看看这院子，比当年的时间草房如何呀？庄严而不奢华，严整而不散乱，是个摄政天下的气派。对啊，高尧大人，公主，咱俩曾经是华夏和东夷的首领，如今于顺正式摄政，你们奉我为共主，可让你屈居司法首领，我心里总是有些不是滋味。公主，你这是多虑了。能够看到天下统一，百姓安康，我高尧个人的得失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对，对，你说的对。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四海一统，天下清明，地无分南北，人不论贵贱，万邦和谐，物富民康，这才是我们最终的目标啊。共主英明。啊，公主，你请。公主请。走。我年纪大了，行动不方便，以后常驻唐都，这儿的事情啊，就交给摄政军处理了。各位大人，经过我跟共主共同商议，我们决定从此以后这天下就划分为九州，而这九州呢又分为12牧，九州12牧的官员都由大联盟统一派出，这天下就归为这九州12牧的管辖范围，由联盟经州牧统一管理。啊，对了，我所说的这九州是包括三苗在内的大九州。三苗也划起来了。摄政军，你别忘了，三苗现在是划江而治，天下还没有统一呢。啊，所以啊，我准备亲自去趟三苗，跟有苗氏大酋长共谈着天下统一的大事。这天下统一是对三苗有利的大好事，我相信啊，有苗氏大酋长也不是完全不讲理的人，我想他会答应的。那你准备带多少军队呢？我只带卫兵，不带军队。那如果有苗氏扣押摄政军怎么办？你放心，用仁德之心一定能够感化他。
公主，摄政军刚刚证明就只身涉险，高瑶觉得有些不妥，如果真要去三苗与有苗氏谈，那我去。公主，你意如何？摄政军，高瑶大人所言在理，你还是要慎重考虑呀。公主，你请放心，我一定慎重考虑。各位大人，还有一件事情要和各位商议一下。我们治水疏浚工程这么多年了，可是工程只完成了一半。现在我做了摄政军，事务会更加繁多，无法专心治水，所以我请各位大人推荐一个合适的人选来担任这治水首领。诺诺诺诺诺诺。远古的部落隐隐篝火，照亮星辰下图腾的轮廓，夕阳天高歌，长影在我，燃情将天地涂抹。蜿蜒的阡陌，百家耕作，南边天下方士，泱泱大国，谁策马饮鹅，四海在我，霹雳肝胆开华夏传说。所以登峰乱几座，古色奏一曲山河，注定九州谁人能描摹。舟看向诸斑驳，闪电撒旦爱直播，万川之约